Hello， 各位，我是何鑫。现在大家血战第三季第七集都已经看过了吧？这一期是对第七集的全篇解析，来聊一聊动画和漫画的区别。话不多说，扣一波万姐，我们直接开冲。这一集不知道大家观感如何，我先说一下个人评价。目前为止第三季应该算观感最好的一集，节奏不快不慢，掌握的刚刚好。一开始有哈下令千元队与龙兵分五路，正好去往五个零番离店，每一个来到真世界城的路都有敌人把守，随着剧情的推进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然后再到后面练次大战与龙，终于看到了一些死神该有的质量。这一期依然是按照动画剧情顺序逐一解析。首先真世界城拔地而起，对应了第二季第一集的无限帝国覆盖画面，然后在千位队俯视角来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太阳之门，这个类似于灭却师的定点传送装置。漫画660话有过对其解释，每个千位队甚至说每个骑士团都有一把开启太阳之门的钥匙，叫做太阳之轮，使用后可以在各个太阳之门中任意移动。有哈在每个位置都设置了门，包括为了侵略现实而准备的，而现实的这扇门也有其他的作用。在有哈叫到佩妮达的时候，佩妮达的眼睛还变成了五芒星，还怪可爱的。这座真世界城在情报中也有详细描述，是获得了灵王之力的有哈将无星帝国重建的新城，类似于曾经的银架城。据有哈巴赫所说，真世界城是我等的国家，也作为新的国家之名取代了之前的无形帝国。在这之后，捏大剑八脱离大部队也是漫画中原本就有的剧情，来自漫画629，包括剑八上完厕所还洗洗手，他还怪干净的。不过后面剑八举着剑往前冲的画面是动画补充的，有一说一，真的像个大傻子。接着后面一户中人也开始行动时，一户说道，现在没办法立足，也没办法使用传令神机，因为这两样一户其实都试过了，感觉到炼刺和卢卡的灵压后，一户就想直接蹦过去，幸亏查杜扎住了他，不然又死一回。亚斯丁碰到格林姆乔之前少说了一句，原本亚斯丁以为虽然碰到了一户，但是应该会比碰到护庭十三队要好一些。还没说完，格林姆乔就冲了过来。在后面格林姆乔追赶亚斯丁时，能够看到他用了新的能力局部解放，只把双手归刃，貌似跑步的样式也更加兽性。有意思的是在于声优上，格林姆乔归刃要喊 Pantera， 而这次局部归刃其实解放语也喊了一半， Pantera 后面的 Terra 多少有点卷舌，而格林乔说道，你就那样继续跑吧，也有个 Terra 的卷舌，也算是给自己说话的同时解放了部分力量。小蓝给到格林乔的毒球情报里有解释，把含有指定物质的球扔向对手，对手就会被致死量侵蚀，是个非常 bug 的角色。在漫画中基本上只要被碰到也是无解，包括一户，除非你比他更 bug， 所以一户在后面被小蓝染致死量后才有了夜衣救场。不过在短时间内还是看不到地毯一户的，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场战斗，也就是经论和逆剪力他们开始的时候，一户一直在和小蓝染熬斗。雷杰巴洛在漫画中只表现了射击修兵，没想到在这之后，大前田、青音、永音、小春、仙太郎都被射中，也解释了在血战中他们突然下线的原因，原来是刚上来就杀青了，而且九保老师也给了他们杀青图，当然杀青也并不代表就这样死了，参考纳贾库普，毕竟永音在后面还当了四番队队长，而且练刺的杀青图也有了，所以也就只能确定在这一季这些角色算是杀青了。从雷杰巴罗的视角来看分散的大部队，白哉和卢卡一队去往了右手边，惊愕殿后在后面阻挡雷杰巴罗，炼刺停下和雨龙开战，所以接下来的几个角色包括假面军团、平子、碎风应该都不会和漫画一样直接消失了。接着后半段我们来聊下了炼刺和雨龙，两人第一次对决还是最最最开头的时候，他们俩这次决斗前的对话也很有意思，因为大部分应该都清楚雨龙现在算是卧底的身份，所以很大可能性在对话中透露情报给炼刺，毕竟雨龙目前是无时无刻都被哈斯监视中，但是炼刺似乎完全没听懂，两人好像根本不在一个频道。雨龙说，你们是不可能打败吸收了灵王得到完整力量的陛下，潜在意思就是现在的有哈已经吸收了灵王，所以找他开战要从长计议。而在问到一户时，雨龙表示，我原本是要杀了他，但是低估了他的顽强程度，也就是说一户现在没啥事儿，也不知道炼刺是听懂没听懂，反正听到这儿后就表示什么有哈什么陛下干就完事了。炼刺万解后展现了不少双王圣丸的新能力，而这些新能力其实也都是之前能力的改良版。白哉曾经直接点出过炼刺万解的缺点，虽然也有强悍的力量，但是随着万解形态的变大会失去机动性，而新万解正好弥补的这些。大蛇王没有之前那么臃肿，所以攻击速度会更快，这也是雨龙没有预料到的。不过因为变细了攻击力下降，但是有了狒狒王，狒狒王在兼顾防御的同时
还能够挥舞大蛇王，正好弥补了力量的不足。外加上练刺这种莽劲的攻击风格，真的是最适合练刺的万解了。部分招式也有继承，比如废皮转生，很明显是和废牙绝咬一个类型的。当然也是有缺点的，持久力不够，而且大招需要蓄力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下羽龙，羽龙丸圣体胜利的这个能力与之牢笼，在锁住练刺后，应该也是在对应最开始白哉对练刺用的六丈光牢，尤其是在练刺失去万解跪下后的镜头，也很类似练刺对战白哉的镜头。羽龙打败练刺，也对应了最开始练刺打败羽龙。羽龙高低也是有点仇在练刺身上的，毕竟最开始羽龙就对练刺说过，自己最讨厌的就是死神。不得不说，练刺在这一战不仅提高的是实力，而是这个野狗一般性格的人物更多的人格魅力。从最开始到现在，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家护，队长是贵族之一，天生之才，爱慕之人被贵族收留，一护拥有最强的混血，羽龙被赋予 A 的加持，这些天生的能力他都不曾拥有，没有超高的灵压，没有轨道的天赋，斩拳走鬼样样提不到他。仅凭那如野狗般顽强坚持的生命，一步一步追赶所有人过来，追上他们来到灵王宫，唯一给他加强了一次就是换了一次新的万解，但是这新万解还是受到了很多疑义，包括喊对名字就加强，还有兼看不经用等等。但是他竟然把这么刁蛮的万解用到如火纯青，成为现在不可或缺的重要战力。不好意思，现在的我就是练吹，他既值得赞扬，也配得上噬魂界中男主的位置。我觉得受伤的可能只有六车全息和楼石狼了，因为练刺的大招没让羽龙破防，甚至还反杀了练刺。那么生涯铁炮干碎了马斯克又轻松击败六车全息，那么现在的羽龙又是几车？还有最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异地是反过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羽龙用了自己的能力。首先就是排除播放事故，因为制作组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而且比起暗示羽龙的能力，说是暗示瓶子的能力会更缺心，所以倒放的很大原因是配合这一集来表示羽龙的立场。毕竟羽龙在最后也毫不留情地给练刺说道，你是我讨厌的死神，也就是说羽龙现在已经和伙伴们渐行渐远。尤其是倒放后的最开始，一护和羽龙从拉近改为了拉远，羽龙也从光中来到了影中，都在表明羽龙现在真的不再是伙伴的这个立场。有朋友私信我表示，倒放后是以练刺开头，接着是露琪亚，练刺已经加戏，是否暗示后面露琪亚也有加戏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加戏的位置一定会放在 OP 给大家预热，没在片头出现的大概率是不可能还会再加戏了。而这次的特别异地其实是个保留节目，因为每一季都会有，第一季第七集是出在13队的特别异地，第二季因为配合露琪亚的万解直接取消了异地，第三集就是这个倒放版本，大家都说倒放版才是正常的，包括福珠的鱼也从上升成为了下降，可能又暗示从现在开始剧情反转了。接着卷首语来自聂简历，那么很明显下一集是聂简历对战佩妮达，这场战斗可能会持续两集，也就是第八集和第九集。第八集聂简历对战佩妮达，最终可能会陷入失败，第九集因梦登场，两人一起干佩妮达成功，然后按照这样的节奏，第十集第十一集是京乐七绪对战历杰巴罗，第十二集第十三集两集连播，以巴斯比对战哈斯沃德结束第三集。所以接下来不出意外应该全是打戏了，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我是核心，所以我们第三季第八集不见不散吧。